要保护那个人。你是哪边的？不是妈妈的，但是我看他是这样子和妈妈说话，你说，哎呀妈呀，我的心疼啊！你到底搞不嘞？你那个都搞不嘞？没有戴帽子一个月多，现在太脏。爸爸呀，你要是你了吗？干嘛一个月不会开车？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有电吗？什么意思？啊？妈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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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叫奶奶，你喊妈妈。妈妈，车坏了。你没电哪里去？现在没有电。我买去你的车了。你看，我骑那个阿姨那个车，这个车我买去。还是没问题，没有电的。回来之后，我车都充电，充满满。我还没有开车。哎呦，我还没有开呀、啊，一次没有开。都有是不是？没有，开起来没有，才开有。自己走腿，去都往那边去洗。要不然，好远，好热。妈妈，要不然你等，要那个时候先去搬一个这边那边。这个不是没有四个轮胎，有两个它会坏。不过你想搬这里？我怕搭的问题，然后他们说要买新的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不会。他可能哪根线路太久没开了。我放的时候肯定没充电。电瓶坏了，一家都没有了。不是你放着不开的话，要把电瓶满了，把整个关掉。一个月还少吗？那台换一个月多了都还好。他每个车的线路是不一样的。您车放怎么办啊？放的话怎么办、啊？一般正常超过一个月的话，你就要把电充满了，然后再把总闸关掉。这个地方总闸在哪？哦。你不关的话，它车子其实你要，就算你钥匙拔了，它车子一样在用电的。你用相当于你一个月用电，加上你放在那边的时候没有把它充满，电瓶车会用电。咱们走的时候有没有充电、啊？又不是满。走的时候没有充满哈，那换一个多少钱？五六百呀。哦，三六百的好贵呀、啊！我想这个问题50块钱可以弄的。50块钱一个都放不了，你看六个。六个？啊，有点心疼。你这个电瓶肯定也不怎么好，要好的不会对这边，看不到你不到人眼里。妈妈在摸价格。我知道，我不是第一次和他来这边，我知道他都是这样子的。对，要摸一摸，然后会便宜。张亚，两个小时过去了。不是，妈妈把老板都说急眼了，妈妈，老板都不高兴了。不是，妈妈来，老板不高兴。换。嗯，没事，你就换。你看今天几号？能洗到？你自己叫他们说。我看能洗直接出厂。你看刚才他都转起来了。看见，我告诉你，你跟妈妈出门都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妈妈是这样子要便宜，你明白。好的，可以不？哎呀，回头还得买个头盔，这放一个月，这台风来了头盔。赚这个更大的一个头盔了，我准备去买干臭买的干臭之助啊，臭干臭之助充电一下出嘛，你拔来拔去，这个到时候都不出来。对，要快点。那你到时候都换了，该他就怎么充电，该他就。妈妈，你看。你不知道，我以前跟妈妈去买衣服，买一件衣服我们会走一天。所以说我不喜欢出去逛街。然后来修一年哈，那
啊，你们记住了，要比如说春天说呢，你一天开几件不穿的你不来补，春天他这个不来补不拿，他就混。你哪里有货？春天呢？开一盒了，没有货。23年9月16号。哦，23年9月16号哈。这个60。这个太。整个。不是。就这一个，一个箱子。对啊，啊，一个箱子。啊。我们现在换点，会不会这个60便宜？啊？会吗？会。30。是不是、啊？第二次知道要关了。嗯，最主要是要充满了再去放。一般正常充满的关了放的话，放个几个月是没问题。黑的黑的吧，不没红的吗？一起送500啊。520。在我家算40块钱，没挣钱你自己给我。新的药，然后好看。谢谢老板。干嘛？可以过来呀。哇，现在太快了。新的。好冷吗？好冷，有力气。但是妈妈，你现在来那边，老板看到你来，他脸是这样子的。因为我和妈妈一先又来，他的脸。我不知道什么，应该是这个的问题。嗯，老妈妈，我一个旁边听，我想，我旁边是不好意思，妈妈，我想我要保护那个人。你是哪边的？我是妈妈的，但是我看他是这样子和妈妈说话，你说，哎呀妈呀，我的心疼啊。那你到底搞不好的，对面也是搞不好的。现在反正养成精了。好，现在可以说真的回家了，摩托车也有，可以用。鸭子也说给我吃饭。